高雄市长选举再现秋菊之争，陈菊祭出幸福城市政绩，为高雄转型拼连任。杨秀兴喊出一公实践，要用治理能力赢得市长。经济困境、产业转型、青年流失，赤字黑洞，高雄面临城市发展问题，哪个候选人能带领高雄走出困境？周晚间8点南部开讲，高雄市长选情分析，市长谁来做，谁能带领高雄成功转型？